이게 바로 가. 아, 바로 가요. 뭔가 또 뭐. 많이. 它这基本上一样齐着头，一样齐，就不齐，把它卡得紧一下，对，齐不齐，不然的话，它这个起步不一样，永远收不起来，起步一定要齐，嗯，因为它这个之前没有缓冲，它这个单机没有缓冲，起步一定要齐，大家都一样，这就每个带都齐着了，都齐了，你要是它这个盘上还，这就是企业定位作用，嗯。 定位，对，跟那个板收的它得，不能分。其实它这个后面咱们要用的话，直接给这儿做定位套就行，做长直接从这上面顶过来，定位套直接顶住就行。 别让我们走了，它这个边缝，嗯，直接从那个，看下面出来，看一下，这出来之后，从这个地方放过穿过来，看，嗯，地方穿过来之后，缠到这个上面就行，嗯，缠上去就行了，对，缠上去行，然后这随便缠在上面就行，它这挂着就行，嗯，这个挂的话你就这样挂一下，它这个挂一下的话，它直接就。 一转就转，直接一转上。嗯，转上。它这个东西啊，它肯定要松紧的。调节这个袋子的松料的松紧是吧？你把它一横一下，直接松下来看。嗯，受不了了，这样一切起来。嗯。你要紧的话，它这个。
他说帮你调一下，帮我给你调一下。在哪里呀？乐器。对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有点松，感觉。这样，把它稍微调整一下。听听姐，把这个，他如果说这样是这种情况的话，把这个松一点，反而稍微活一活动一下，因为它有时候卡得太紧了，它就出现这种情况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这个掐得太紧了，对，对吧？这个资金太紧了，把它松，把它松松一下就行。嗯，但是咱们不知道咱们这过去对刀怎么对，这是咱们自己要做的，这个定位套做好之后直接就最好这个变形店也做一个定位套，对对，跟那个定位套一样，宽度，那边是多少，这边也做多少，不，就是只要把料拉出来放在这个地方，拉平之后，你在这板贴和这板这地方距离量一下是多少，就做有多少，放在这儿就行，然后你这放在就是整体都是平的这样子，因为一般咱们不知道他们过去对刀怎么对的，因为现在做不了，只能先这样弄。
行。嗯。